YouTuber 蔡阿嘎经营频道已有多年，影片主题十分多元化，吸引大批网友订阅。日前他到访屏东，意外在马路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形，于是赶紧拍下照片发文与网友们分享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，蔡阿嘎双手比赞，站在马路中央，而他站的位置虽然是马路的分隔岛，可是却有划线停车格，因此好奇询问这是不是屏东市独有的设计。贴文发出后立刻引发热烈讨论，不少屏东网友纷纷留言表示，这在屏东很正常，可说是屏东特色之一，并大赞这个设计真的很棒。部分其他县市的网友则对安全方面表示担忧，但当地网友强调屏东车子比较少，因此都会耐心等待前方车主停车。此外也有金门网友透露，金门也有这样的设计，让不少网友大开眼界。Bye.